吉安乡公所和花莲县中华花艺推广协会财团法人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了插花艺术展，以中华花艺闹元宵，缤纷吉安好客村为主题，展出了春夏秋冬四季花卉创作。乡长游淑珍也欢迎乡亲在3月3号之前要把握黄金赏花期，到好客艺术村来欣赏完美的花艺。插花艺术展把生命力带入了好客艺术村的吉野馆，绿意盎然，花短锦簇，各式生机蓬勃景象，让好客艺术村成为令人感动幸福的人文殿堂。吉安乡长游淑珍特别感谢中华花艺协会致力推广古典优美花艺，落实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理念，也为吉安好客艺术村增添了非凡的花艺风韵。花团锦簇，而且呢，春夏秋冬缤纷吉安。我们来到好客艺术村，突然间转换一个天堂的仙境般的感受，非常的幸福快乐。谢谢我们花莲县中华花艺推广协会为我们开启的这样的一个灿烂、美丽又幸福的美展。我们也谢谢我们林真莹会长跟我们的老师一起带着我们的姐姐妹妹，还有呢我们男士加入了这样的一个推展活动。我们相信多元的文化生根在吉安乡，让我们带来更多元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感受，让我们更幸福更快乐。欢迎大家不要错过3月3号以前来到好客艺术村，共赏这样的春夏之冬展场的美，缤纷吉安。这一次花艺展有4大类型、6大花器、12多件的特色作品，都是花艺协会的精心之作。我们这次好还是以我们中华花艺的4个类型、6大花器作为一个主轴，好来布置这个会场，因为每一个会场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这次就用这种最基础的6大花器、4大类型来展现。因为我们4大类型里面有一个类型叫做斜景花。斜景花我们就用春夏秋冬四季来表现，就是串联整个场。这场花艺大展即日起到3月3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在吉安好客艺术村现场有专人导览。2月28号当天还有2场的插花研习，欢迎喜欢花艺的民众把握时间前来体验生活美学。谢吕慧吉安乡报道。